保持可爱，不要恋爱。打电话问比方怎么回事？快快，这都能翻车啊！小杨哥在最近一场直播带货防晒喷雾时，由于当天工作人员反复测试，导致测评的喷雾已经不多了。小杨哥直播的时候又拿来测试，最后直接翻车。啊、你晃一下啊！喷过了，喷完了。这是我们试验品吗？这个不反。打电话问比方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快快，这都能翻车啊！柳西之谜啊，柳西之谜啊！董事长微信我啊，我现在给董事长发个电话。这个哟，七哥。咱那个是怎么回事啊，七哥？你过来看一下你这个东西。啊、这里面没了，一直在逗你们。这个他们下午一直在用啊，我们就一直用这一批。这笔这是测笔。哦。你懂柳西之谜的，某宝是99元一支啊，柳西之谜爱线冰机99一支，今天抢两个99两支，99块三支，99块钱四支，上车。Nice。这夏天了，你出去，女生出去不都需要吗？你可以买给你媳妇儿，柳西之谜的。我都不懂，这都不懂啊！我很多女同学都用。嗯，你怎么知道你女同学都用？嗯，我下了3单啊。你下的那干嘛？给我媳妇儿。还有呢？女同学。你买给你女同学？对啊，我们班同学多。你这压力太大了，对，你这个洗车我感觉车漆都会喷掉。不会不会，喷坏了我们品牌方来炸。这绝对是你见过最耿直的直播间。小杨哥担心洗车机的压力过大，竟然直接办了一个车门测试。我直接给车门怼过来了，反过来看看，有人说还是不是门，你看是不是门啊，兄弟。哎呦你妈。好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、哦、一点事没有。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没毛病啊。为什么可以买呢？连续使用，这个是连续使用18到25分钟，这续航。你看啊，你们有的就不用插电了啊，对吧？也不用把管子找一个水龙头插进去了，直接搞一盆水，把这个管子放进去，直接一按，看到没？就充了，很方便的，非常方便。今天的小视频，一个这个，再给兄弟们送一个充电器，打泡沫的啊，这有喷头，不能这拆掉了。啊哦，还有一个是上行的。45度散开的东西，装上去这个管子。今天这么多，正常价238，小哥直播间169。哪个小七？以后不卖，只要关于牛的东西都不要卖，只有动物的都不卖。对，来下一个，沙琪玛。沙琪玛啊。水果奶盖沙琪玛，看那个沙琪玛上面有一层葡萄干、蔓越莓、葡萄干。哎呦，哎，它有一层什么马？沙琪玛的马，王子马的马，王二马的马。左右的看，别没分看衣服。现在我们就这上面涂了一层奶盖，看到没？嗯，2个29块，一个沙琪玛，两个。沙盖，这个是绵云奶盖沙琪玛，三个奶盖杏仁沙琪玛，这个也是水果奶盖，三盒只要29块9，一个包裹发货，包邮上城。沙子的沙，琪就是我的朋友叫小琪，啊不是我的朋友，小琪，开玩笑开玩笑，嘘，把我媳妇来，小琪，你媳妇来看直播，你这个东西你要解释清楚。看直播能咋的？看直播看直播。你刚刚说的小齐，杨嫂就在这儿，在真正看直播来。你刚刚说一下小齐是谁啊？小齐是我的女性朋友。女性朋友啊，就是女的朋友。对，你看，小齐是你的。齐不是这个齐，他那个齐是。对，是小齐是这个齐。我看到我媳妇儿这个长得很漂亮吗？来，我媳妇长得很漂亮吗？我媳妇很漂亮。哪个小齐？他说刚才那个什么齐。
顺马，这个三喜马三盒只要29.9元，那个小杨哥最近在直播洗衣凝珠时，耳机频繁出现问题，导致评论区全是声音有问题的节奏，人气也掉了一半，小杨哥瞬间绷不住了，你赶紧把这搞好吧。然后小杨哥也变得暴躁起来，产品还没介绍直接就上车了，随后粉丝的问题更是把小杨哥气得直接下播，究竟什么问题呢？让我们来看。来来来，准备99元，再加一盒上车。祝你们56个，我豁出去了，我豁出去了啊，我豁出去了，小杨哥是唯一一个骑士，来吧。你要是去超市，你买个洗衣液，送你了一个洗衣机，我直接趴在你家门家全舔一遍。没错，你去超市看一下，第一盒大概是49.9元，抢一个，这么多个加起来是450元，抢一个只要99元。你大家看啊，这个是爆香科技留香15天，洗衣桶洗衣服只要一个。这个蓝色的是浓缩啊，清洁浓缩8倍的清洁力。所以它一颗的是，所以它一颗除菌除螨，所以咱们不管多少衣服，咱们是一颗能吃，可以别穿炒菜了。我跟你说，有的人他真不吃，真拿去炒菜了，兄弟。美女们，大帅哥们，衣服把那个防震的除菌做的好吃吗？这不能分吧？你不能评论这东西啊！洗衣机里面你放兄弟啊，它是洗衣液，你洗你不用去吃它，你不要吃味道，看它香，它是扑面扑鼻，鼻子有人闻到了香，对，可以刷牙吗？洗衣液，兄弟。房子吗，兄弟？洗衣液，兄弟。洗衣液，那有什么作用？你怎么可能一上万呢？你洗衣服，把你衣服洗一身屎吗？别人一出去，你说以为你拉屎拉裤裆里去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不闹，他怎么可能有屎味？可不咋地，洗屎能留香吗？你没事你洗屎，你干那呀？兄弟，你这个就那个，你就你说你这正常，稍微正常也好呀。能洗地球吗？你洗一天。咱们156克的话，洗头你用洗衣液。对，咱们兄弟们，我跟你好讲，我脾气好的。我靠，这都兄弟。156克，一颗能用156次。我们都兄弟，洗156次衣服。人当树枯，你要去买树污水，是无糖的吗？你管它无糖不卖了。口渴。小杨哥在最近一场带货清凉洗发露时，花重金请了两个彪形大汉到直播间做保镖，吓得大杨哥对小杨哥唯命是从，究竟怎么回事？看完你就知道了。清扬蓝色去屑洗发露啊！你说你们去店员买60-70呀？对。今天小杨哥啊，来，给你2瓶，再给兄弟们加一袋，这个是200克的。对。再加，我再给你加一袋，再来两个小的。不行，他们合作不行。我再给你加一瓶。女士的拍这个。Welcome to 啊，男士的拍这一套，这么多加在一起，99.9元上车。99.9元，如果你还觉得不行，那我就没法卖了。Nice。不洗不买，炸。咦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头不要动，你知道吧？你动我的嘴都不知道捧到哪去。啊，我不动啊，你们看好了啊，我不动。挺爽的嘞，好哥哥就是好哥哥。话音刚落，一首 BGM 响起，小杨哥就后悔了。等着啊，等我回来啊。Later。女款的话，直接拍个白色就可以了。口渴了。口渴。有人怎么样？你刚才吃蒜了？吃蒜不行啊，头差一点。报告小杨总，你不在的时候，老板又放肆了。我上品牌方了啊！这个叫什么？冰犀梨。怎么喷到啊？就是先用前摇一摇，它里面直接喷到这个手腕上就可以了。闻。耶！
我闻你香水，闻香水，你媳妇看直播，你每天都搞这，你就不知道后果。喂，你这怎么样？看你就这底香啊！随后产品上架后，榜一刷礼物挡住了小黄车，小杨哥直接要把榜一踢出直播间。哎，完美哥，人家在拍你东西，你干什么东西？官网158，我马上给你打卡。一生一世，杨家人。嗯，对。啊！兄弟们，等一下！谢谢。在最近的一场直播中，小杨哥居然敢硬刚小杨嫂，求生欲极强，完全不是求生欲，你知道吗？到底是如何硬刚的？看完就知道。我媳妇儿平常帮我洗衣服，是不媳妇儿？洗衣凝珠39.9一盒啊，应该是10到15天一放一个就行了。对，看好了啊，囤货。150块钱，六盒大礼抽奖上车了，156盒洗衣凝珠。Later， 杨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要你说吗？老公的站着要你说吗？我也没说你。来吧，给你舔了。是不是？哎，兄弟们，等一下。谢谢。